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产品就是 Budae Homemade 零钱包。我们的 Budae Homemade 零钱包呢，有四个款式，就是在图中里面的，就第一个款、第二个款、第三和第四个款。这四个款的零钱包呢，都能放很多零钱。它除了放零钱呢，也可以放钥匙，要放指甲剪啊。耳环、首饰、手链等等的东西都可以。有时候买小小样的东西送人，也可以买这个零钱包放在里面，就送给朋友啊。让我来介绍第一样零钱包呢，它是这样子的形状的。它这里有一个袋，就是我们可以勾着它，然后它的里面是这样这个样子。就是里面也是用 Budae 布做的哦，它是有一层 span 的，所以是很舒服的拿，因为是暖暖的。第二款呢就是传统型的，传统型的零钱包，它的口呢是大的，就是我们零钱放了很容易找，一目了然，要放一些纸币那些都可以。所以就很方便带出门买东西。第三款呢，就是这一款了，它是扁形的。这一款呢，连 IC 啊、license 啊那些都能够放，然后你还可以放纸币、零钱，就这样子带出门买东西就好了，就不用背一个很大个的包。还有第四个款就是这样的，它的里面呢，也是 Budae 布。然后有一层 span，所以它也是像第一款这样是软的。这些都是我们在家做的 Budae 零钱包，所以呢，每一个都是很特别的，每一个都不一样的那个花纹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络我们啊。就这样咯，今天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